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《长空之王》预售破两千万，《冰与火》为王一博站台，《陈与雷》与梦幻联动。自从青年演员王一博转战大银幕之后，拍摄的电影作品已经积攒了很多，尽管都在对外宣称“二零二二敬请期待”。 可至今仍未正式与观众见面。好在《长空之王》率先站了出来，确定了九月三十日，雷雨会驾驶着“倔二十”飞向大银幕。与此同时，《长空之王》也预先开启了热血飞行模式，不仅在预售开启当日，打破了中国影史国庆档预售最快破千万的记录，预售第二日总票房破两千万。试飞员雷雨不愧是“倔二十”的飞行员。 就连票房都是长空速度，目前电影《长空之王》预售票房已突破两千万大关，同时也打破中国影史历年国庆档影片最快预售破一千万纪录。这样的成绩也说明了很多人对《长空之王》的关注和迫不及待想要看这部电影的急迫心情。开心的时候自然会有好兄弟分享，《长空之王》定档预售，冰与火官微就为王一博加油打 call，并配文“淬于冰火”。 守万家安宁，利剑长空，护万里苍穹。至此，陈宇、雷宇两兄弟梦幻联动，展现了军人保家卫国的坚韧意志，值得称赞。今年的国庆档由于外情原因，与往年大片云集的景象相比稍显冷清，而《长空之王》的定档，让原本缺少激情的国庆档迅速沸腾起来。从目前影片曝光的花絮和剧照分析，《长空之王》不仅引爆国庆档。 还有望成为今年的年度爆款。包含诚意的制作、超强的制作班底、高人气的演员阵容，剧二十真机拍摄，根据试飞员真实经历改编，近距离感受国之重器诞生历程，畅快体验间二十呼啸银幕。这其中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。《长空之王》的首飞预售也用事实展现了什么是中国空军速度。 这波属实是热搜速度赶不上我们《长空之王》票房增加的速度，总票房突破两千万，断层领跑国庆档，可以说是乘着国之重器歼击机起飞的速度了。其实，《长空之王》的高票房早已有迹可循，每一次关于该影片的海报、预告释出，有关《长空之王》和王一博的话题就不断，甚至接连霸占热搜词条榜。在王一博的宣传带动下，除了粉丝之外， 网友、路人对这部影片也十分感兴趣。原创不易，谢绝搬运。如有特需，私聊授权。八爪随笔，《长空之王》是王一博作为男主角首次登上大荧幕的电影作品。不论影片的观赏性，还是展示中国空军的红色主题，王一博都用最大的努力还原最真实的状态，展现出了中国空军的精神面貌和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。如今，距离电影。 《长空之王》上映还有五天时间，屏幕前的你，准备好与王一博一起驾驶卷“倔二师”守护万里长空了吗？